如何正确吃冬笋，今天挑出来一个，这个还有点裂开了，好香。先把这个皮剥一下，上面有嫩叶可以吃一下。它这个皮一层层的，这么大的话没有小个头的香，这么大肉挺多，但是不是很香了，小的会更香一点。这个造型，肉超多。